你装神经病不好、哦，而且给你弄的人已经死了，我到现在还找不到他的家人呢，这个对理赔没有帮助啦。我没有装神经病啊，真的有三只泰迪熊在我车上，一只团费8000块，三只就是24000，加上没有上车的，一共就是120000。所以你讲有人开8000块，让你带一只泰迪熊出国去佚佗。Stay home Fridays for the best Asian premieres and blockbusters. 9 p.m. Asia's Best is on Red.